你赶紧劝劝他，这件事儿只有你能感同身受了。他怎么了？和男朋友分手了？他男朋友还劈腿了一个学姐。不止这样，而且你们两个还拿到了同样的渣男剧本。前男友高中跟他也是同桌，现在也是同乡。小蘑菇，你别难过了。要我送你一句话，你一定要原谅那人，不然会变得不幸。 尤其是这种时候，我们女孩子越得自爱自强。你说是不是，丽云姐？嗯，啊，对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！为什么？喂。 我同桌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你叫什么？男朋友。说吧，女朋友。咱们俩恋爱的事儿能不能先别公开啊？我室友刚失恋，哭得特别伤心。我怕说出来会刺激他。不是，你说这个不官宣的意思是不是就？ 不能牵手，不能也不是，就是在学校不能光明正大的，但是私下都没事。你不说话，我当你默认了。不是，那这总得有个期限吧？不能一直这样啊。不会的，他就是刚失恋，过一阵就好了，到时候我们再官宣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 拜拜。你星期三怎么没排课呀？准备休息一天。能休息就好了。我爸给我找了个律所去实习，说什么理论要结合实践。 我每周要抽出一天空去打卡上班。天哪，我们才大一，你要不要这么拼啊？我也不想去，可是我爸非得让我去，那我就去喽，就当打工赚外快吧。你呢？可选好了？还没有，反正时间还多，我得先把我重要的事情给搞完。 你真的要把文文的事发上网啊？当然了，文文回家的时候，我已经经过他的同意了。 我就是要在网上曝光这些渣男的套路，让姐妹们以后都能擦亮眼睛，免受荼毒。这不太好吧？万一事儿闹大了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这里用的都是化名，回头呢，我再跟林雨金取取经，加点审卷的料进去，这样就更没有人知道我在写谁了。林雨金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他最近老不在宿舍。嗯，没有灵感。 环境也太重要了，我这第一次干正事儿，干出一种偷鸡摸狗的感觉。那个学生图书馆文艺挺好的，要不咱回去？别，咱们现在还是地下链阶段，你就在这儿把四川四全。嗯，你选这么快，盲选啊？没有啊，我都扫了一遍。哦，哎，那公开课选什么呀？ 都行，随你。随我，那我可要选插花、茶艺、珠宝鉴赏了。你真选啊？你不再考虑考虑？没事儿，我都能选。还有射击呢。 我想试试，哎，你之前不是学过射击吗？你要不要试试？我选篮球吧。哦，篮球也挺适合你的。哎，这烟味儿挺大的，要不然咱先回去。
朋友们，这家店用料新鲜，老板手艺了得，每根串都是外焦里嫩的，你看啊，简直。妈，观看人数又零蛋了，你能不能当个人？我刚才直播的时候没人气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你还在这笑话我。什么时候变这么玻璃心了？不是我玻璃心，就是。是我实在太惨了，我记得你英语四级也没过吧？再考呗，我现在在大二。行了，别卖惨了。英语我帮不了你，但是账号我能帮你看看，想想办法。哎，这条短视频播放量还可以了。那张视频是我之前录的时候不小心把卷爷录上了。哎，这么晚出来，还不是因为他，非说夜宵看电影，结果一个观众也没有。哎，这家店味道不错，要不要尝点？还是啤酒吧。我去给你拿，稍等。这家烧烤，怎么会挠人啊？这宠物吧，就跟人一样，知道自己特别了，就学会恃宠而骄了。那也只能惯着，毕竟是自己选的，还能怎么办呢？也对，那也得惯着它。